它就很素。如果你不喜欢蕾丝，这件绝对是你心头好。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收腹，第二个就是翘臂，就是有点高腰。你看我在拿的时候，它也是非常挺的哈。嗯，前面两条，后面两条，所以它有四条，对，所以它不会往下卷。它的长度呢，其实就是短裤再下来一点点，然后两个颜色，灰紫色，然后再来就是黑色了，黑色标准黑色。它没有车缝线哦。然后你有看到它的裤头很宽吗？它裤头又加宽，后面也是，后面这边有是腰的肉，抚平背，对，抚平屁股有做这样微笑曲线吗？然后把你的屁股撑起来，往上提，是有裤底的，不用再另外穿内裤，对你就可以直接穿一件裤底，对吗？有 M、L、XL 跟 2L， 像我们女这件，我觉得是平常很好穿的单品。